谢王上，众爱卿平身。谢王上，众爱卿啊，你们就要披甲舍业，随朕一同乘风破浪，去琉球了。在那个神奇的地方，你们将随朕一同开创一番基业。你们就是朕的开国元勋，你们就是朕的手足兄弟。 等我登上琉球，朕就对你们封侯拜相。你们将跟朕一同在琉球共享荣华。谢王上。圣上口谕，你们俩听好了，任何人不准靠近这屋子啊，包括你们俩在内，违令者斩。是。哎，刘总管，咱平王爷真当圣上了？嘿，那还有假呀？现在正在登基呢。哎，我可告诉你们，到了琉球。
你们一个个都是三品总兵啊！三品，人家琉球公主都往大明跑，咱们去琉球干什么呀？嘿，我说你想找死是不是？哎，我可跟你们说啊，现在谁要跟圣上有三心二意，我立马……哎，不敢不敢，我不是说不让进吗？你没听见吗？你连我的声音都没听出来吗？ 我听着有点耳熟，哎，你是谁呀？这是贵人多忘事，快走！金子呢？这里怎么有一道门呢？这，哎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这里有个洞，一定是大江他们把金子从这里拐跑了。 山呼好汉，山豹英雄，咱们赶紧去追那些倭人去吧，千万不能让大明的金子落到东洋人的手里头啊！说什么呢？朱公子，谁也跑不了。